大家文采满句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几句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小解这里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土，这个土就有山的意思，像人讲土山土炭。另外，佮有土地、地下意思，像讲土坑。麦当讲是代志，阿萨布鲁去了了，咱讲土土土。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阿门土，原来是安尼写。这个意思就是水泥含山石头，也佮水管做土用来砌厝。因为是外国人开始生产制作，古早讲阿斗啊，就是红毛番，即系讲是红门土。第二个词，咱讲土卡，就是地面地板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起大楼为地基开始拍起，刷来就是土卡，一层一层楼，抗红门土，安尼厝才会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土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